拉萨市政府正好有这么一个拉萨奶仓的启动项目，它是跟拉萨的扶贫产业是相结合的一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娘儿乡拉萨奶仓这个创业基地的建设情况啊，总共占地面积75亩，对吧？整个差不多10多米的区域。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拉萨市十个区县的各种老百姓现有的这种房子也好，还是就是说一些个闲置的房子也好，对吧？这些的资源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然后让老百姓呢实实在在的可以让他直接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呢，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产业链。这边的话，冬季就是风沙会比较大，对，然后先包起来，对，对，但是，那对对对对对，曲水的四季吉祥村，整个村落都是扶贫搬迁点。然后呢，当时我们跟当地的村委会进行了多次协商之后呢，最终他们是愿意把14栋房子提供给我们作为拉萨奶仓的一个点。当地老百姓因为基本上都是贫困户，所以说我们希望这14栋民宿的这个就业这块呢，也是主要解决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这块的就业。小伙子正好是这个村的，然后呢，我们是现在因为拉萨奶仓不是准备在这建点嘛，下一步我们是邀请他，可能要入住到我们店。其实，整个拉萨的各区县都有自己的文化，比如说当雄，它就是牧区文化。8月8日，它正好就是当雄县的一个赛马节的开幕式。比如说，未来我们拉萨奶仓的游客呢，赶上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正好也能够去骑马去体验参观隆重的当地节日。拉萨奶仓，总共是要做到5年规划是300个点，但是第一年呢，我们目前已经挂牌的有差不多将近30家。其实我们建立一个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更需要的考虑的是这一个点能够产生的附加值。比如说，这一个点3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管理人员，2个工作人员呢，我们肯定是解决当地村落所在区域的，扶贫户对象。然后呢，让他们不仅仅只是说过来工作这么简单，最终我们想要让他掌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这么一个民宿的管理跟民宿经营的一套模式，最终可能他可以利用原有自己家里的房子呢，重新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老板。